索腿天后陈敏之今个月17号踏入45岁，25号的凌晨，她突然在社交网发文透露妈妈病重，所以生日愿望是希望妈咪可以早日康复。敏之上载了一张手捧着蛋糕的相，并发文说2024不快乐，看着病重的妈咪，生命时钟在倒数，从来都没想过这一日来得这么快。她还说面对庞大的医药费，她都要默默承受，因为她答应过妈咪一定要妈咪舒服，不要挨苦。最后她说希望有奇迹出现，请大家为她妈咪集气。